嘿、hey, 大家好，今天通过三个动漫片段来理解一下日语中的两个单词モリ和タテル。第一个来自蜡笔小新。さあさあさあ盛り上が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。どこがだよ。さあさあさあ盛り上が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。气氛变得热闹起来了。这个モリ其实就是盛嘛，盛大繁华热闹。那アガル呢，这个盛大繁华热闹它的趋势是往上走的，那是不是气氛变得热烈了呀？再来看第二个。我们は終わる。俺らでマイキーを盛り立てるんだ。俺らで，通过我们マイキーを盛り立てるんだ。マイキー是一个人，那把这个人怎么样呢？这边得要说到这个タテル。タテル就是把一个东西给立起来，那么把人给立起来，相当于就要成就一个人，是吧？那怎么样的成就一个人呢？モリタテル要把他的事业变得更加的大，所以这边的モリタテル相当于是辅佐的意思。再来看下一个。私が身を立てたいの。私が身を立てたいの。我要把自己的身份给立起来，把自己的身体给立起来，这是要成就自己吧？那这边其实就是我要开创一番事业。我们看这边日语的字幕是我太希望以大尼纳鲁，我要变得伟大，是不是就是我要成就一番事业的意思呀？